年关将至，再加上呢个疫情反复，大家手头上系咪有啲紧呢？咁样可能呢条片会帮到你啊！欢迎收睇《静晶日记》。大家好，我系静晶，当然唔系什么嗰啲年收入千万嗰啲嘢啦，系教你如何攞翻属于自己嘅钱。冇错，咁其实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呢坛嘢嘅，但系我真系最近先喺朋友圈嗰度知道嘅，就系、是、呢个 Electronic Government Unclaimed Money Information System， 简称呢个 EGMIS 嘅。咁即係可以方便人民去上網去認領翻自己嘅錢嘅。咁聽講呢個 system 咧，大概喺2018或者2019嗰時，其實就已經推出咗噶。咁聽講咧，全國有成70億嘅錢啊，係仲等緊人去攞翻嘅。咁啲錢其實包括咗一啲可能你細細個開嘅户口啊，即係啲唔 active 嘅銀行户口啦，或者過咗期嘅 FD 啦，甚至乎係 TMB 或者係水務局啊、電信局啊嘅一啲 deposit 嘅錢嘅。咁就真係聽講咧，有人係通過呢個方法咧，你攞翻佢細個開嘅銀行户口裏頭成2000多蚊嘅錢嘅。咁而且我哋嗰個朋友圈裏頭咧，都有人攞翻就100蚊啦。咁最多人係攞翻到300蚊嘅。咁我自己咧就一針都攞唔到啦，冇。我有成26.5元嘅，好多啊，好多啊，好啦，咁废话少讲啦，咁而家就即刻嚟讲一讲啊，点样可以 check 一 check 究竟你有几多钱未攞翻呢？咁你只需要上呢个 EGMIS 嘅官网，然之后点击呢个 Bandaran 注册下户口，写个人资料咧，然之后咧就 lock 密缩，然之后 click 呢个 Charilan Wang Da Di Dun Dun。輸入你嘅 IC number， 然之後撳 Charlie， 咁就有咧就會有嘢出嚟啦，冇就冇咯。咁一日咧其實可以 check 兩次嘅，所以 register 咗一個户口咧，其實可以分別幫屋企人 check 啦咁樣嘅。咁如果你真係 check 到你自己有錢未攞翻嘅話咧嚇，咁其實你可以 download 依個 form 嘅，咁填咗 form 去申請咗之後咧，就可以去到依個叫做 Jabatan Accountant Malaysia 嘅 counter， 或者咧去郵寄依個 form 過去嘅。不過其實頭先我上網 check 一 check 啦，因為 CMCO 嘅期間，即係依啲 counter 咧其實已經係 close 咗嘅，所以應該就要郵寄過去咯。咁或者係有咩問題，其實你可以打電話去嗰個官網嗰度嘅，去問一問，問清楚咁樣嘅。好啦，好啦，咁喺度希望大家可以尋找翻屬於自己嘅錢啦，興啊，安啊，開啊！靜靜日記，嘿嘿嘿嘿，好打啦啦喂！冇錯啦，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咧，終於有資格開通呢個會員席啦，耶、yeah! ！睇我哋嘅片咧，可以得到少少嘅欢乐嘅话咧，希望大家可以打赏打赏嘅。咁打赏成为会员之后咧，可以得到咩 Jackson 咧？其实冇乜 Jackson 噶，纯粹系支持下我哋嘅啫。之但系咧，我都会特登做一啲徽章仔啦，同埋 emoji 俾大家用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支持啦，喺度先谢过大家嘅赏金啦喂！